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好，这个从字面上的意思 ，make 就是是一个人头发站起来 ，on end 指的就是站在上头的意思。那你看呢，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身上的一些汗毛呢都会立起来呢？所以呢，这个片语我们中文就翻成使人毛骨悚然。我们来看例句 ：Just then, Walter saw a figure dressed in white from head to toe come out of the dark.It made his hair stand on end. Just then, 啊，这个片语呢，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就在那个时候，正是那个时候。Walter, 啊，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男生的名字。Saw a figure, 啊，看到了一个影子，或者是看到了一个形象。好，所以呢，这个身影、形象、影子，英文就念成 figure。而这个 figure 呢，在这边呢，其实呢，后面省略掉的 which was。Be dressed in 指的就是穿着的意思，在这边呢，穿着白色的，全从头到脚 ，from head to toe。toe 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脚趾头的意思，所以从头到脚，英文就念成 from head to toe。他突然间跑了出来，走了出来 ，come out of the dark， 从暗处走了出来。It made his hair stand on end. 这一件事情 ，it 指的就是这个穿着从头到脚穿着白色的这个身影，突然间从暗处当中出现。这件事情 made his hair stand on end. 这件事情呢，让他呢毛骨悚然。好，所以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使人毛骨悚然。